跟咱讲讲遮，即届咱想着要来为即个蔡赖的看板。我看到了在这里吼，看到门面都没有东西啊，那就感觉很单调啊。那我就建议跟你们那个里面有那个，我跟他讲啊，热水告诉他还是要跑去试验找一个那个高高那个，都跑去试验找我。然后跟老经理讲啊，说来这里过。啊，我听讲老师没收钱。没有没有，我没问过钱，剩一个加赞助那样。加差不多为几工啊？今天五天嘛。五天。对。啊，这个那想要特别为菜来。我为台湾啊。